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达叔叔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旭荣姐姐，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烤箱读书会。呦呦呦呦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对耶，你们两个今天怎么那么像双胞胎啊？他们几乎都这样，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穿一样的衣服。我们每天都这样。我天哪，等一下，每天？那你们要怎么决定要穿什么衣服，然后梳怎么样的头发？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讨论啊，看看明天要穿什么衣服，要梳怎样的头发。对啊，我们买了很多一样的衣服哦。没事干嘛把自己打扮得像双胞胎一样？哦，当小当王丽艳，你们是不是要干什么坏事？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对不对？哪有。为什么你们要？我们原本就有一件一样的 T 恤。上次我们两家聚餐，我们两个穿一样的衣服，结果被别人看成我们两个是双胞胎。对啊，而且不论是在百货公司还是走在路上，都有人一直盯着我们啊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每天都要穿一样的衣服。哦，搞半天，原来你们只是喜欢引人注意而已，你们真的无聊哎。这哪会无聊？是我们感情很好，又很有默契，你不要嫉妒我们哦。对啊，而且我们现在发现，我们最近常常会讲一样的话。这么爱当双胞胎，如果这么爱当双胞胎，那我建议你们干脆连名字都改一下，一个叫当小严，一个叫严小当，这样怎么样？喂，阿达叔叔，你好无聊哎。你们喂。你们才无聊好不好？这样一搞，两个人的特色都没啦。当当不像当当，丽妍不像丽妍。对耶，而且好朋友就算感情再好，也不用什么都一模一样吧？对啊。不然这样，你看特色也没啦，然后也没有自己的想法跟空间呐。可是这样很好玩呐。你确定很好玩吗？我想到一本很有趣的书，不然我们今天就来，我拿那本书来给你们看看，你们再想想看，这样到底好不好玩？好啦，先去做点心了。不过我觉得他们真的蛮有默契的。那今天看做点心，看你们有没有默契，就让你们两个来做。那走，做点心。你们两个真的穿一模一样耶！大叔，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。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发酵奶油180克，糖粉45克，盐1克，杏仁粉85克，低筋面粉200克。抹茶粉15克，泡打粉1/4小匙，浆果料糖粉75克，装饰性糖粉45克，抹茶粉2克。好，严小当，当小严，今天的点心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好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天哪！哎呦，好了，阿达叔叔，我今天要做什么点心啊？我今天要做，记不记得我曾经教你们做过一种点心，是一颗小雪球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记得。就刚烤的时候圆圆黄黄的，然后再裹上一层糖粉之后，就变白色的雪球了。对，它烤好的时候是黄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想加点蓝色在里面。啊，阿达叔叔，你要加色素进去哦？我妈妈说色素不太好。没有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要加色素进去。我只是要想问一下，你们知道蓝色跟黄色加起来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耶！阿达叔叔，你怎么自己也在玩呢？真的。好了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这种绿色的雪球。哦，阿达叔叔，你兜了那么一大圈，你就直接说加抹茶粉就好啦。对啊，加抹茶粉。对，抹茶粉在这里。好啦，交给你们做啦，就不无聊了。来，但是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奶油，这个奶油叫做酸奶油。那它口感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其实还好，它其实口感会比那个奶油吃起来再松软一点。对，然后它会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，它是发酵过的。那我要加一点点盐巴在里面。好来，酸奶油是手感很好，酸的还是咸的还是甜的？你吃的时候就知道。我们把糖粉放进去之后，不能直接打，对不对？好，拌一下，稍微和一下。好，我们是第一次用酸奶油。对，我们之前很少用酸奶油，还是跟一般做饼干一样，要把它打到有点泛白，变蓬。
不过阿大叔叔，你刚才真的兜一大圈，干嘛要问蓝的黄，蓝加黄？蓝色跟黄色。对啊，这当然跟我们今天故事有关。哦，我闻到那个酸奶油的味道。你有闻到了哈？那个酸酸的味道。因为它吃起来就很平常的奶油，绿色的。哇，抹茶很下去了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其实这样就好了，就和一和就好。对，因为它是粉。这饼干做起来非常快，我们加一点泡打粉在里面。泡打粉。对。还有这个是面粉。好，再加炫蓉姐姐的最爱。直接不用过筛。对，杏仁粉。然后把它拌一拌。好。像花椰菜。哦，这样子弄到讲什么悄悄？你们连讲悄悄话都要一起。好了，来，可以了。这样不粘。来，把它搓成一颗一颗小圆球。好像花椰菜。哎，你们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什么哪提不太提哪壶？来，哎，很好，看，请你们认真的工作好吗？搓成圆球。不像人。好，小绿球，那我们放进烤箱，用180度烤大概30分钟左右。嗯，哎呀，好苦哦。谢谢。真的，抹茶吗？那有要焖吗？对，烤完就让它焖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有绿色的雪球饼干可以吃了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好，等那个雪球饼干烤好以后呢，这边有两种糖粉。一种是一般糖粉，一种是装饰性糖粉。装饰性糖粉会更细一点，所以我把这两种糖粉混合在一起，再混一点点抹茶粉，然后呢倒进这个假链袋里面，把这三种粉糖粉跟那个抹茶粉放进去，混合一下之后，把烤好的饼干丢进去，封起来，然后用力的滚滚滚一滚，把它均匀。那里面要有空气呀。不用，它进去后你就用力的摇一摇滚一滚，然后让它的那个每一个饼干球的表面沾过糖粉，有一点点墨绿色的糖粉，那出来就很漂亮。这两个都是糖粉啊，出现了蚂蚁。你们两个连做坏事都要一起做，够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查故事。好，走。抹茶的空气，真的。喂，两个外星人，等一下回来，不能说外星人。你到底在玩什么啊？连玩的东西、讲的东西都一模一样。你们两个真走火入魔了。对。你知道你们两个像什么？像这个。啊？你们一个蓝色，一个黄色。我看你们现在蓝不像蓝，黄不像黄，像什么？像这个。好了，来，我给你们看。来，给你们看。这个看起来是黄色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？蓝色。中间是这个。绿色。对。绿色。那本来单独看的时候是黄色、蓝色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这样放，这边蓝色，这边黄色，这边绿色，就可以呈现出三种颜色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了。来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叫做。小蓝和小黄，你看哦，小蓝跟小黄，但是他们中间有一块是什么？绿色的。这个故这本书的作者呢，你们很熟悉，因为你们已经看过他很多本书了，叫做里欧里奥尼。你们看过他？那个绿尾巴的老鼠，还有呢？杰洛廷。好 ，OK， 还有呢？鱼就是鱼，很好。还有呢？他还有一本书叫做，有一只老鼠做了个梦，叫什么？老鼠阿修的梦。对，老鼠阿修的梦很好，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他很多本书，对不对？这本书呢是他创作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小黄跟小蓝》。你知道这本书怎么来的吗？是小蓝和小黄。就小蓝跟小黄看到我们两个。你知道吗？他看到你们两个来的。他55岁才创作他的第一本书，那他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书。你知道这本书是怎么创作的吗？就是因为呢，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孙女坐火车，因为要坐很久的火车，他孙女就在车上哇哇哇哇哇跟，就因为他孙女很小嘛，就很不安分，所以他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呢，就用了这个
来跟他讲故事，撕了这种有颜色的色纸，然后呢来跟他讲了小黄跟小蓝的故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他在说什么。所以从头到尾哦，你就只会看到小蓝跟小黄，这个一个一个的颜色，你看不到什么具体的角色。好，这是小蓝。小蓝家里面有蓝爸爸和蓝妈妈，小蓝有很多好朋友，可是他最好的朋友是小黄。这是他孙女画的吗？这是他用色纸撕下来的。对，小黄呢就住在对街，他们很喜欢一起玩躲猫猫，还有转圈圈的游戏。在学校里，他们整齐的排排坐，放了学，他们就又跑又跳。有一天，妈妈要去买东西，她对小蓝说：“你乖乖待在家里，别乱跑哦。”可是小蓝还是跑出去了。他跑去哪里？找小黄。哎呀，对街的房子里面没有人呢，怎么办呢？他这边找找，那边找找，找啊找啊找啊找，终于在转角的地方，嘿，找到小黄了。他们开心地抱在一起，抱啊抱，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结果他们就变成什么？绿色的了。然后他们就去公园玩，他们穿过一条隧道，他们追着小菊玩，又爬上了一座大山。啊，好累呀！他们决定回家去了。可是蓝爸爸和蓝妈妈却说：“哎，你不是我们家小蓝啊，你是绿的。”他们去黄家，黄爸爸说：“黄爸爸跟黄妈妈说，哎，你不是我们家小黄啊，你是绿的。”小蓝跟小黄好伤心，他们就哭了，流出了大颗大颗的蓝眼泪和黄眼泪。他们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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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变成了眼泪。最后他们终于收拾起眼泪，他们说：“爸爸妈妈现在认得出我们了吗？”蓝爸爸和蓝妈妈见到他们的小蓝开心极了，又亲又抱。他们也抱了小黄，但是你看他们变成什么？绿色，有一块绿色的，对不对？现在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于是他们走到对街去报告这个好消息，大家高兴地互相拥抱。孩子们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，玩到吃饭时间。故事说完了。好，为什么小黄跟小蓝变成绿色的？太常在一起了。太常在一起，结果呢？又发生什么事？又变成两个同样子的人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不一定。怎么说？还好，因为假如他们两个人都在做坏事的话，那就不好了。你给我讲到负面了，你。所以我才一开始怀疑说你们两个什么阴谋。对哦。好，就你们两个来说，你们觉得你们各自，你觉得王丽妍的特色在哪？就是跟大家都很合得来啊。很合得来，好。好，王丽妍，你觉得当最的特色是什么？最大的特色是？很忠心。很中性啊，中心，很中性。好了，很中心。那你们两个那么多时间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当当十全十美啊？你觉得当当还是原来的当当吗？你还是原来的你？当当觉得有没有变不一样？因为就是常常在一起的话，就会学对方。会学对方，对，不知不觉，对对，不知不觉。像是有时候有一阵子我是跟欣威，然后有一阵子又是跟他，然后欣威的时候他就来住我们家，然后结果我就发现我常常讲话的时候会跟他讲一样的话，就是讲话开始有他的 feel， 有他的 feel， 他有时候就会讲一样。好，来，所谓重叠的地方指的是什么？一样的地方，一样的地方，一样的地方是穿一样的衣服。讲一样的话，还是有什么兴趣吧？兴趣，还有呢？他说兴趣，还有呢？互相帮忙。好，你们觉得每天腻在一起好吗？好，我让你们俩成全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就24小时全部黏在一起，都住同个地方了。你觉得会出什么状况？
就原本自己独立做一件事情，结果就没办法专心，就要一直要顾虑到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嗯。还有呢？可是其实也不用顾虑到另一个人啊，反正两个都变绿色了，都一样。所以他在想什么我也知道，我在想什么他也知道。所以你觉得这样是大加分还是会减分？有加也有减啊。对。减分的是什么？就自己的想法讲不出去。还有呢？两个人都包在都黏在一起，会不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有摩擦？成天腻在一起的两个人，会不会给对方压？一定会有那种吵架苦的时候啊。那不然，薛永杰问你们，你们觉得最理想的好朋友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？嗯，中心。好朋友的状态应该像什么样？或者是在距离上面，你们觉得？嗯，我希望他可以在就是我想要做不好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不小心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会提醒我，叫我不要做。还有呢？然后就是也可以安慰我，然后鼓励我，让我就有一个心灵上的扶持。那你会不会希望他什么事情都管你？哎，你这样不对啊！哎，我们是一伙的耶。好凶！哎，你怎么跟我不一样？不会，对啊，兄弟，他汗迟。我们两个不是双胞胎吗？你为什么今天都今天想法跟我不一样？对啊，我想吃，我想吃面，你为什么要吃饭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吃饭？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。哦，我们两个是一伙的，我们怎么可以有？我们两个是一体的，怎么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呢？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？因为我们是绿的呀，因为我们是绿的呀。我们是绿的，我们已经不是小蓝跟小黄了。绿的不一定要都一样。所以你讲的是这个状态吗？还是全部都绿的状态？你觉得理想的朋友，好朋友，理想的好朋友的状态是怎么？对啊，有不同的性格和个性的。所以有分开的时间，也有怎么样？合起来，合起来，合起来要合成绿色吗？合成变成这样吗？中间有一点交集，还是要完全合成绿色？中间那这样要哭才会变回来，要哭。所谓的哭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要哭才会变回来？因为他故事写哭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哭应该有意思哦。对啊。那为什么要哭才会变？他不可能就直接变这样啊，一定是有后悔的时候。这经过了什么？他不想再这样，他想要变回自己。王丽也说到一个重点，为什么呢？我曾经遇过一个，我曾经在有一次上课，在跟大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讲了这本书，后来就有一个大学女学生就哭了。我就问她说，你为什么哭？她说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的男朋友要跟她分手。因为呢，当她跟她男朋友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关系，可是后来变成了绿的了。她一天到整天黏着他，然后她觉得她所有的生活中心都是他，然后就觉得他以他的思想，对，以他的生活作息 为重点，然后以他的所有的东西想法生活都是以他男朋友为重心，然后他男朋友就觉得压力好大，喘不过气，然后他也觉得他们两个关系好到彼此给对方压力，喘不过气。后来他们就开始吵架，开始磨合，开始不和，开始吵架，然后两个人就常常，他就说他那时候常常掉眼泪，最后他们决定他们要分开，他们就变成各自又回成小蓝跟小绿、小黄。所以你知道，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太紧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都太想成为对方，或者对方太想成为我们，我们中间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。因为毕竟每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模一样，就连双胞胎都不见得。那你们现在还在蜜月期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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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会讲一样的话哈。可是如果有一天，王丽妍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，可能你们的冲突会比别人更厉害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李欧尼爷爷写这个故事其实很有趣。他希望我们理想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？两个合得来，但是又不会太挤。对，我们合得来，我们相处的时候可以。很喜欢对方，一起做很多事。你们刚刚说这个绿色的部分包括什么？黄跟蓝。包括黄跟蓝，还有什么？你这个绿色的部分包括你们两个共同的个性，喜欢对方的优点，兴趣，想做的事啊。然后呢，可以有这样的时间，但也必须要有什么？分开，也必须要有
分开，各自独立的空间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李欧尼爷爷的书都是在处理人际关系，都在告诉我们人际关系。我们人跟人相处，有时候我们是蓝色，有时候我们是黄色，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绿色的部分，但我们不能够这样，还是有一点。硬要我没有对齐。对，如果我们都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不是小蓝，你也不是小黄，你已经失去你自己了。所以我们要保有我们自己，但也要懂得跟别人怎么样相处。相处，好啦，所以我们去看看我们做的绿色的小球，其实吃了那个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提醒你们每个人，不要让自己变成什么。小绿，如果你跟你的朋友都变成了小蓝小黄，都变成小绿，那就可能只能进到我们的肚子里去了，把它吃掉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来，走去看看我们的小绿球。好了啦，玩够了吧？一天到晚讲，那个外星语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假播，这是他们俩之间沟通的秘密，对，共同的语言，好酷。算了，我懒得理你们，吃吧，吃你们的饼干吧，吃小绿。阿大叔叔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很特别。对啊，这是我看过最简单的图画书，上面完全没有任何表情，可是却能够感受到小蓝跟小黄他们的喜怒哀乐。对，你知道这是李欧李欧尼第一本书，但它也被誉为图画书的一个新的起始点，也就是说它用了一个新的形式去讲故事。看起来虽然是抽象的，就像你说的，对，看起来虽然是抽象，但是它有很深刻的那种人性的成分在里面。对，对，你看到它用小黄跟小蓝就比喻两个人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小蓝小黄个性不一样，对，可是他们有重叠的时候，是好朋友的时候的那种交集，但是当他们变成了小绿，整个黏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完全变样。对，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们要分开的时候是经过流泪，对。那个很有意思，对对，其实丽妍刚刚就有提到，是啊，对，就是说当你整个黏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中间难免有磨合跟冲突摩擦，然后呢你可能会经过一些伤心失败争吵，对，好冲突，然后呢之后分开来才会恢复到原来的自己。对，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希望我们还是能够保有自己的个性跟特色，但是在相融为一体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有共同的，比如说兴趣啊、嗜好是一样的，有一部分绿色就好，有点黏又不太，对哦，有点黏又不太黏。对，李欧尼的故事永远都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个体跟群体之间的生活的关系，所以这是他很厉害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也给我们大人很大的启发。是的，那今天的烤箱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，下次阿大叔叔、修容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好听的故事给大家，欢迎大家再来玩喽！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